难道他想把这个过期的牛奶给他女儿喝吗？他是怎么想的？我真的是无法想象一个男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样放了，好了，你把拖鞋给我，乖乖。哎，我给你拿过来了。来来，那个就是你的拖鞋。把门打开，哦，我把门打开。妈妈把这个多的这个晒衣架给关了。Hello， bonjour。啥？你？对你。大哥。Merci。得呀。卖了5块钱，是不是很快？昨天刚卖出去的，果然还是要低价就卖的多一些。很多人都是卖15块啊，20块，我卖5块，因为我觉得我用了很长时间了。这个已经我来法国第一年，差不多6年时间了。哇，我哪好意思卖10块啊，就卖了5块，然后很快就卖出去了。那这个就已经有一个就够了，我们两个人用就不需要那么大。换一点钱，是一点钱。终于找到机会了，看到邻居遛狗，然后进来就看看。哎，来看。阿鲁，你进去。啊，卡里莫啊，你进去。啊 ，OK。哎。Loulou. Comment il s'appelle ce chat avant? Alors celui-là c'est Eros. Eros. Là-bas c'est Lilit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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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, c'est,、oh, c'est moi aussi Lily. c'est presque le même nom que ma mère. Ah ouais. Regarde, voyons, c'est ce jouet aussi.这是我梦想的生活呀！啊，电视啊，一人一边一台啊，游戏，然后猫狗双全，还可以玩游戏，哇，太爽了！露露，露露，再去洗。露露 ，elle est les plus sauvages。啊，好的。小美，你看这个狗狗是不是很乖？它一进来了，它就活了，因为它这是在它自己的房间，它就不会担心。对，他们在玩游戏。哦，我喜欢狗子。狗狗。Yeah, passé l'aspirateur hier, mais tu vois, regarde, on a encore plein partout. 你看，乖乖，狗子乖不乖？乖吧。嗯。是不是很乖，狗子？是啊。你看那个猫咪，看。就是、他们那个猫，它这个猫咪并不是那只我们经常的那个黑色的。你看那个猫咪，比那个比我们看那个黑色猫咪是不是还肥一些？它不是我们经常看的。露露，露露，我就喜欢狗子啊，露露。嗯，你Doucement, Loulou. Comment il s'appelle ce chat? C'est Lily. C'est Lily.、Ah. 跟妈妈的名字有点像。哦、啊，它在争宠。我喜欢露露一些。你去摸摸那个猫，你喜欢猫，你可以摸摸猫。它好小一只。是的，是不是很香缇？我说它们都很香缇吧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以前有那个猫吗？它还比那个瘦吗？嗯、这个猫都好胖。上一次小米的爸爸搬家，把他那些东西放到我这来的时候，走之前他说啊，我下次来的时候，我那里有牛奶，哎，我给你带过来哈，我喝不完。然后，昨天把小米送回来的时候，就把牛奶拿过来了，结果一看是过期的牛奶。
就这三瓶，扔掉不行啊，真是恶心。难道他想着把过期的牛奶给女儿喝吗？啊，我一想到就觉得好恶心。过期的牛奶怎么办？只能倒掉，而且还不能整个倒垃圾桶，得要把这个奶倒掉，再把这个，哎呦，再把这个塑料袋，这个瓶子，塑料瓶放到专门的垃圾回收的那个塑料回收的里面。就是这已经过期了一个星期了，这个奶。真。啊，搞，哎，来来，放到这个装的这个垃圾桶里面。这上面的已经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你看这个地方上面的呢，都已经有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塑料倒掉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奶，恶心死了。他自己不倒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送给你们喝啊。”怎么可能呢？好的，来，把这垃圾桶里。怎么可能一个爸爸会给他女儿喝这种？来，算了，来，我们吃披萨了，来。